触手。在房间里面吗？嗯。交给哥了。是我这边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触手有经验的人。来来来，捏摸，捏摸够，捏摸够，给捏摸打。你说什么时候攻击？他触手缩回去，在走路的时候拿左键敲他头。所以你要先研，我教你，你先研究他的路线。他的路线是固定的，他会走到一个地方放触手，所以你可以在他下一个目标地的时候埋伏他，然后经过的时候就像抢劫一样打他头。我可以开灯吗？我看不到。他不是没有视觉吗？我记得应该他没有视觉，他不会看到你。他也没有听觉，他是靠触觉，所以他那个触手碰到你，他才会叫。哦，我看到他了。嗯，所以你可以提前去前面埋伏他，但是那个触手不要碰到哦，那个碰到很嗨哦。这游戏最嗨的就是那个东西哦。OK OK， 我知道了。哎、欸啊，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。扁他！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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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！很长哦，很长哦，很长。哥，确实，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可以打他。确实。冲啊！你摸，冲冲冲啊！我安静的过去，安静的过去。上上！哇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来喽，来炮塔架子，炮塔架子。等一下哦。不行，刀实在是太短了。四面八方都要架。准备好。右边要再一个人补过去。还有人要过来跟我一起。我来，我来。等下，等下，他在听。OK， 来吧，我后面。反正用手电筒，我来了，帮你们照了。好、哦，你们倒数吧。三，哦，等等，所有的三一呢？我的。他没死哦，第一只没死。哥。蓄力就不能放掉啊！对啊，就是三二一的时候蓄力啊！我被打